上课喽！各位来到铁花村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那今天是周四，铁花村每周三到周日都有音乐性的演出。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组歌手的演出。上半场呢是台东在地的一个年轻女生创作歌手，她叫做 Vice 翠萍。那下半场呢是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大学生所组成的，叫做 Summer Vacation。对对对，就是暑假的意思。然后我们中间呢会有中场休息，大家可以利用中场休息的时候可以到铁花村的周边走动，因为铁花村除了音乐以外，其实我们还有铁花霸、铁花好店。好店就是在吧台的旁边贩售了铁花村的文创商品，然后我们周边的慢市集。那原本呢慢市集是只有在假日的时候才有，那因为现在暑假，所以我们周边呢也都会持续有市集。那今天的消费方式就是到铁花霸消费，一杯饮品就可以自由入座，然后如果有带外食的话，我们那边有用餐桌。那因为用餐桌的数量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用完餐之后就可以离开用餐桌，可以让给下一个需要用餐的朋友。然后呢，因为现在还在疫情期间，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配合，就是我们除了喝饮料的时候暂时将口罩拿下来，其他的全程都希望大家可以佩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可以吗？好，那因为呢现在是暑假，所以我们的位置呢也有限，所以如果待会如果有发现有在找寻找位置的客人呢，就把你手边的有摆放包包或什么的可以让他们坐，所以就让每个人都可以有位置就坐，好吗？然后待会呢可以拍照可以摄影，但是请帮我们把闪光灯关掉，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灯光都会非常的足够。然后呢为了让大家可以在一个很好的品质下欣赏演出，所以如果你要交谈或是手机要讲电话呢，都可以移动到其他地方，让待会大家都可以有很专注的在欣赏我们今天表演者的表演。然后洗手间在大家的后方那边有一排彩绘热气球，那彩绘热气球灯下是我们的吸烟区，所以如果有吸烟的朋友呢就可以移动到那边这样子。然后如果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在场上的外场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很乐意帮你们解决任何的问题。好，以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上半场的歌手 Vice 翠萍，掌声欢迎他们。